中原大地孕育了一座莽莽松山，钟灵毓秀使它成为五岳至尊。嵩山腹地，少室山下，吴汝峰前耸立着千年古刹少林寺。这是一方神圣的净土，它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少林功夫发祥地。禅与武在这里同时诞生，又合二为一，融为一体，这就是少林寺所独有的禅武。全经云禅权归一。千百年来，少林寺有两件镇寺法宝，由本寺高僧一代一代秘密相传。这两件镇寺法宝就是易筋经和洗髓经及其内功心法。洗髓经多不为世人所知，只有易筋经在武林中翻云覆雨，时隐时现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人们都知道易筋经是一部盖世奇书，它包容着震撼古今的上乘功法。古往今来，有多少英雄好汉为他倾倒，有多少武林侠士为他丧生。关于易筋经，史书、文学及影视作品中多有介绍，但这更增添了它的神秘，使它变得高深遥远，望尘莫及。直到今天，一位少林文武僧、现代禅师，同时也是一个癌症患者，他发下宏愿，苦心搜索、挖掘、整理，用慈悲心去修炼，用生命去印证，终于揭开了《易筋经》《洗髓经》及其内功心法的神秘面纱，少林寺秘传功法终于面世。他就是本篇编导、功夫整理传授者，少林寺《易筋经》《洗髓经》传人师阎王禅师。阎王禅师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，曾被多家医院判了死刑，后来被河南省肿瘤医院做实验救了回来。多年前，师阎王就学习过《易筋经》《洗髓经》，但没有认真修炼。由于年轻好动，每天只顾打拳、踢腿或闭门读书写作。在生命垂危之时，他想起了《易筋经》《洗髓经》，想起了这两部上乘功法。身体病弱时，师阎王配合医院治疗外，开始修炼自己在病床上整理编创的《易筋洗髓功》，也就是达摩《易筋洗髓》内功心法，感觉很好，渐渐进入佳境。这是一套普及内功心法，动作简洁而有效，融《易筋经义》与《洗髓精髓》于一体。师阎王身体渐渐好转，有了力气，就开始重新整理《易筋经》和《洗髓经》，并用心修炼，用生命去印证，其中受用不可言说。如果问师阎王，修炼《易筋经》《洗髓经》和《易筋洗髓功》有何心得，他将告诉您：健康、生命与智慧。这是师阎王修炼后总结的六字真言。阎王禅师说，易筋洗髓是修正生命的法门。
Thank you.
乘佛法不是简单的烧香拜佛，上乘功夫也不是简单的拳打脚踢。少林寺敢称禅元与武宗，自然有他的道，但这道不常常为人所知。禅是无形的，所以禅要以无显，人们能看到的只是武林大侠们的奇拳怪招，或当年的少林僧兵驰骋沙场所向无敌。这充其量就是一门格斗的技术，也就是武术，却不知武术之上有武道，而武道通禅道，更通天地人生之大道。这不只要练身，而是对生命的修正。公元1995年9月，少林寺迎来了1500年圣诞，全世界少林弟子和各界知名人士云集嵩山，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典法会。1500年前，南北朝时期，达摩祖师从南海来到中国，来到南朝。达摩祖师是古印度高僧，释迦牟尼佛祖逼传28代弟子，他来中国弘扬大乘佛法。梁武帝笃信佛教，修建了南朝480寺，并且自己多次舍身献佛，出家为僧。由于他只贪求个人功德，与主张大乘佛法的达摩祖师话不投机，达摩祖师离开梁武帝，离开荣华富贵，一苇渡江，北上中原，在嵩山五乳峰石洞内面壁9年，创立了中国禅宗和少林功夫。达摩祖师广开道场，弘扬禅武，直到功德圆满才直履西归。达摩走后，少林寺僧人整理祖师面壁洞，发现一个铁盒，铁盒没有上锁，却打不开。聪明的僧人用火一烤，铁盒就开了。原来铁盒上涂有蜡，以防水汽侵蚀。铁盒中藏有2部书，一部是《易筋经》，一部是《习髓经》，这2部经都是用梵文写的。当时全寺上下精通梵文的只有2祖慧可。慧可大师将《易筋经》留在少林寺，自己拿着《习髓经》独自云游去了。全寺僧众面对《易筋经》激动不已，他们都知道这是一部上乘功法，只是苦于不通梵文。寺中有不少僧人对梵文略知一二，于是都各自翻译练起了《易筋经》里的功夫。由于他们的梵文水平有限，而且各自见解不同，使得以后的少林功夫功法多于牛毛，门派满天下。其中一位僧人颇有见识，心想达摩祖师留下圣经绝不是这点小道小术，我一定要找人将它完整的翻译出来。于是带着《易筋经》历游天下，遍访名山大川，终于在峨眉山见到了西竹僧僧博次密帝。博次密帝看见《易筋经》大喜，急忙翻译经文，《易筋经》正宗功法开始流通于少林，闻名于天下。二祖慧可大师云游十方，到老才回归少林寺，也带回了《习髓经》的中文本。《习髓经》是慧可大师自己翻译的，这套功法已超于武功境界，可以修禅悟道，见性成佛，成为少林寺历代高僧自己修炼的秘密法门。这时僧人们惊奇地发现，易筋、习髓2部功法本是一体的，是2个不同的方面，而且只有综合练习才能体悟禅悟心法。这也是阎王禅师整理修炼易筋习髓功的契机。
易筋经和洗髓经的主要功效就是易筋和洗髓。何为易筋？简单的说，易就是变化，筋就是经络，易筋就是改变经络。人体骨节之外，肌肉之内，四肢百骸无处非筋。人体血肉之躯是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条件生长而成，这同时也生就了筋络的质与形。相反，筋络的质与形能反映人体状况，如《易筋经》所说：“筋迟则病，筋挛则瘦，筋壮则强，筋缩则亡”等等。修炼易筋经能改变人体筋络的质与形，让它刚柔相济，灵动活泼，以通行血脉。再说洗髓，髓就是骨髓，髓能生精，精能活气，气能通神，而髓又来源于血肉之躯，来源于先天和后天的各种生长条件。由于这些条件的局限，使得髓质不纯，气血不通，而生百病。洗髓就是洗去髓中的杂质病毒，消除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污秽。易筋、洗髓二经若能综合修炼，则动静相宜，易筋而洗髓，洗髓而易筋，内外兼行，会命双修，功德圆满，而成金刚不坏身，入佛智地。这正如二祖慧可力学求法而得达摩祖师之髓。